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要去那边冻一下那个水。我们现在在 Serenda， 这个冰 Serenda。Serenda 是矮一点。我们现在来到哪里？我们现在来到斯人达的瀑布。我们现在来到哪里？我们现在就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，不是吉隆坡，雪兰莪州的斯人达。走出去就是烧烤的地方，然后准备火炉给我们。玻璃屋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在做什么。在充电的地方就没看到，然后我们还有小厨房，嘟嘟，他们在准备今晚的材料。我们的小厨师，满头大汗耶，很热很热。然后我们的房间就在楼上。这个人你要去那里？这是我们的厕所。看看我的厕所，哇，很漂亮呢。这个是露天的。露天一点点，所以我讲这个要盖。一点点、我在楼上说，这个如果你没有盖起来的话，是看得到的，所以你要开始盖起来。哎呦，这边也是很露天呢。很大自然，大自然。这个适合夫妻来了哈。哎呦，那边那边。来到了第二天，噔噔，我们的早餐是阿文煮。阿文，你在煮什么？炸一些香肠啊。你们有看过这个炸豆腐吗？噔噔，炸豆腐啊！我好久没有睡得那么好。来来来，放，养神，快点放，快点放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看。哇！不知不知的声哦。不用担，你请问他起床的顺序？来来来，啊，起床是什么顺序？留留一点起来了。哎呀，没有阿伯，那个油也太多了。第二个大厨，来，你要煮什么？我要煮这个像我们的又不像我们的了，像披萨不像披萨的，我问我这个是什么东西的？这是天赐的，scrambled egg，天赐的蛋，这个。上阵了，首先，我们要有一个帽子。旧帽子，然后很看颜值的哦，这种帽子。哈，戴了帽子还要看颜值啊？对啊，以后不要给我们看到天赐戴帽子。他应该都没有戴了。有啊，我都看过他戴帽子。对啊，清新脱俗。这个 angle 很美。